画上看到的是徐若瑄，还有那个爱情呢，将他的这一个蓝色，还有把这个吊绳搂进自己的这一个国宝，第六点秋香的金色把它捆了起来，希望待会能够赶快先把它扶住，扶住之后呢，或许就后面里面有生还者，能够赶快把人给救了出来。这是呢，而现在呢，我们提供的讯息给大家，在刚刚呢，为了呢，民众能够有一些民众在明天即将出发的工作单位的话呢，刚刚包括了民航局、okay. 交通部，其实也发来二十秒准备了，发出信号表示在明天会出现警察。二十秒，这个很需要。有等到出发的话呢，在刚刚一楼航空已经发出了信号表示，明天将会加开两班的加班，三角后点，加班两班，加班六小时，是在明天的上午。在今天晚上跟明天航空会更正，在今天晚上跟明天都会开加班点，在今天晚上呢，在花莲在晚上的10:20会开加班点处理旅客。这是我目前在国宝到现场都已经掌握到最新情况，把时间先交还给我们主播。好的，您说说吗？来，电线搞头。你们那个制作人员打了那个电话，是吧？哦，还有一个方法。你要点什么？